今夜鬼相声越讲越阴森，大家晚安，你好，我是驼东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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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谢谢大家捧场。可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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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这样，好不好？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第一组。而且我们今天的组合都是非常的新鲜的，新鲜。第一组谁呢？组合，他不是别人，他是吴尊与小甜甜。那一年我念大三，那我在一间餐厅打工。这间餐厅呢，我们每天上班都上到11点半，在暑假鬼门开这一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多客人知道鬼月不要在外逗留，所以早早买单走人。那么老板也是佛心来的，希望我们早点下班。那因为有个同事小田跟我算是住附近的邻居，所以呢我们下班都会一起回家。在我今天上班的路上，我看到有两个人被一台货车撞到当场死亡，而且听说有一个是直接从头碾过去，当场脑浆四溢，而另外一个呢，则是弹飞撞到电线杆，好像是一对高中生情侣，因为当时他们还穿着制服。啊，好可怜哦，情侣哎，而且才高中生而已。听人家说啊，那个鬼门开的时候，就是鬼在专门抓交替的日子哎。那我们等等离开的时候赶快骑。再过20分钟就12点了，我们现在赶快走，搞不好还来得及在12点以前到家。快快快快快，赶快！于是我们就赶紧骑着摩托车，走了我们平常的路线回去。那条路很小，有其中一段是单行道，路上几乎没有车，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摩托车。诡异的气氛，加上弥漫着整条路，又暗又有狗在吹高雷。骑车，你说你今天看到那个车祸发生的那个路段过了没啊？还没有，还要在前面两个路口。等一下经过的时候 Q 我一下，我们要小心一点。哎，小田，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怎样？这条路我们刚刚骑了好久，但怎么感觉就是一直骑不出这个单行道？不对啊。这都有这么长吗？我们平常不是就只有7-5分钟而已。不是我要吓你，前面这个路口就是我早上看到车祸的那个路口。鬼挡墙骑了好一阵子才发现是车祸路口，接着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不是我要吓你，前面这个路口就是我早上看到车祸的那个路口。不会吧，再过5分钟就12点了，平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到家了。哎，好怪哦，为什么怎么骑都骑不出去啦？哦，shit，这该不会是鬼挡墙吧？你不要乱讲话。哎，我们先从外面绕出去看看好了。等一下，先停车，等一下。看前面怎么会有救护车啊？哎，这时间点也太怪了吧！好奇心使然，加上我们怎么骑也骑不出去，于是我跟我同事小天便决定上前一探究竟。但当我们骑到那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只见救护车，却没看到半个人影。突然，有个人拍我肩膀，我吓了一跳。先生，不好意思，先生，请问一下，有人打电话报案吗？吓死我了，不是哎，我们只是刚好经过这条路而已。因为刚才有人打电话报案说有人被货车撞到了，我们人到了现场，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报案的人有说是谁被撞到吗？电话那头是说，
有一男一女的高中生，哎，算了，可能有人恶作剧吧，也是衰的，鬼门开的第一天就有人找麻烦。好了，我们东西收一收，先走了，你们自己小心啊，早点回家啊。嗯，眼睁睁的看着救护车走远，哎，快，趁我们还可以看到救护车的时候，赶快跟着他，看能不能骑出去。只是我们两个人的车都莫名其妙的无法发动。只能带着恐惧跟害怕的心把车用牵的，我跟我同事小田使尽吃奶的力气连跑带推，但是我的车子就好像是上头坐人一样，很重又很难推。哎，小田，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后轮有没有漏气吗？我车子很难推耶。没有啊，而且你轮胎好好的。怎么会啊？干嘛？刚才你的后照镜里面，你后面载了一个女生哎。什么啊？怎么可能？不要乱讲哦。现在看又没有了。怎么办啊？怎么会这样子啊？修不走，修不走。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这个声音。听到这声音，我们觉得救星来了。远远的看那个骑脚踏车的阿伯卖修霸掌，我跟小田根本想也没想，就直接冲过去找那个阿伯。阿伯啊，小问一下哦，你敢知影举光路要安怎行？阮找足久都找无呢。哦，啊恁四个哪会这暗暝阁唔回去啦？啊，今仔鬼门开呢？阿伯，你讲啥啦？啥物？咱四个？啊对啊，啊恁着四个人啊，啊你机车顶搁载一个查某的啊，啊伊机车顶再搁一个查甫的，嗯，哎啊你机车顶这个查某的是毋是咧生气啊？哪会看起来面臭臭啊？阿伯，你讲真也是假的啦，那是阮只有两个人尔。阿伯听完我们讲完，似乎懂了意思，脸色一沉，说他是开玩笑的。还问我们要不要吃粽子，我们摇摇头说我们只想赶快回家。他手一指，告诉我们举光路再往前走就看到了。因为我跟我同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在前面？因为我们已经在这边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了很多趟，正打算问阿伯，他却消失在寂静的巷弄当中，一晃眼就没看到人。重点是他骑脚踏车，哎，怎么可能动作会这么快？所以奇怪，就在这个阿伯指路之后，我们的摩托车突然又可以发动了。没多久，我们就骑出被困在的单行道。我跟同事互道再见之后，便回到家。一进家中，我的狗看到我不像以往摇着尾巴跑来迎接我，而是一边叫一边往后退。哎，怎么了？哎，后来我走进房间，盖上棉被后，突然觉得床边好像有人坐了下来。我完全不敢打开棉被，直到我沉沉的睡去。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车祸的场景，一堆人围观。被撞的是一个女高中生，撞人的是司机，而我成了抬担架的警消。突然有人大叫了我的名字，而跟我一起抬担架的人松了手。我本能反应的想要护住那个担架，但是担架上面的往生者不小心滑了下来。我睁大眼睛看着，我发现那个往生的伤者竟然是我自己。于是我惊醒后马上打给小田。喂，小田啊，那个你回去之后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我跟你讲，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哎，我梦到一个车祸的现场，然后我跟同事小田都做了同样一个梦。不一样的是，我的伤者是女生，而他是男生。早上起来后的我们两个人都发烧，身上还起了疹子。看医生擦药吃药都没有好，于是后来我们相约去一间朋友介绍的庙，
庙里的师傅一看到我们就说，我们身边各跟了一个，我的是男的，小春跟的是女的，就在我们发生车祸事故的地点，因为他们的冤魂还没有收走，我们又在那边乱讲话，还好我们提早找了师傅做法，不然他们抓交替就会找了我和小尊。从此之后，我们再也不敢经过那个事故地点。谢谢大家。讲得好，我刚把眼睛闭起来听，好像小时候听的广播剧。非常棒，你们这组突然就有声音表情了，太厉害了！甜甜模仿的多好，对不对？刚可是你刚刚是说猪叫还是狗叫？狗啦，跟猪不一样。真的，我是确认。来，请回座。谢谢。太好，速配。第二组就是涉嫌贿赂我们制作单位，下流要脸。第一集改正，在一起不是涉嫌。是直接贿赂我们制作单位，直接贿赂现行犯，扬声打鱼政治洗。今天是我跟阿志的第一次约会，我带阿志去听他最爱的陈奕迅演唱会。哎，阿志，我没有想到这个十年可以改编成舞曲版，好适合跳舞。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对啊，这个版本跟我小时候听的都不一样哎，还是一样好听。哎，阿志，你有没有注意到？对面那个男生怎么一直在看你啊？你说他啊？那是因为我正啊。反而是你，你看你左边的左边，好可怕。我顺着阿志的视线看过去，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你有看到一个婆婆，她双手捂着自己的脸，好像在哭，一直在颤抖，一直在颤抖。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透过她指尖的缝隙，她的眼珠是看着我和阿志。阿强，你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很可怕？哎，阿志，你好好演唱会不看，你没事发现这些怪人干嘛啦？短短几秒钟，我看向那个婆婆的位置，婆婆已经不在位置上了，一直到演唱会结束，她都没有再出现。演唱会散场之后，我四处看了一下，果然没有再看到那个婆婆，我总算是放心了一点。哎，阿志，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婆婆刚才？什么什么啦啦啦，我不想听，我不要听。好，那就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好，那我们直接回家好不好？好。我们一路散步到停车场准备牵车，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我隐约觉得气氛怪怪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一路走来我都不敢讲话，因为我一直听到我们的后面有脚步拖行的声音，很像老人慢慢的走在我们的后面，虽然步伐很慢，但是一直紧追在我们的后面。嘿，阿志，你怎么表情这么奇怪啊？没事啦，你不要，我们赶快走，我好好想睡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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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哎，对了，我的停车场的感应票卡有没有给你啊？有吗？你没有印象，你有给我吗？那没关系，你先上车，我找一下。哦，好。可能啊，我刚停好车，把车门关起来，把车门关起来之后，也不在我身上，有掉地上吗？我蹲下看过去的时候，我傻眼了，因为我弯腰检查车底，我车子缝隙的对面有一双女人的腿，可是阿志已经上车了。什么人都没有。当我在纳闷的时候，阿志干嘛？阿志，我车门打不开，阿志，我后面有人。哎，你下车，下车，赶快下车。Hey! Hey! Hey!
我用皮鞋把车窗打破了一个洞，这时候车门才恢复正常。我上车之后，我这样子问：“阿志，没事吧？”“我不知道。”“你看到什么？”“我看到我的后面好像有人，然后他的手还碰到了我的脖子。”“手碰到你脖子？”“嗯。”“什么状况啊？”“好痛哦！”“你脖子还在流血。”“流血。”“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当下没有跟阿志讲，但是我看到阿志脖子的后方有三条很清楚指甲刮出来的血痕。“我们先到人多的地方好不好？”“我们一路边跑边走，我们经过一家便利商店，我帮他买了 OK 绷。”“哎，阿志，先包扎一下伤口吧。”“哎，好痛，很痛。”“没事吧？”“轻一点。”“所幸我们车子也不开，我们直接在路上看到计程车，我们就拦。”“哎，司机大哥，我们要到忠孝复兴啦。”“忠孝复兴有？”“哎，好啦好啦。”“哎哎哎，你门不要关这么快啊，后面婆婆还没上车呢。”“什么婆婆啊，快走啦，不要乱讲，快点啦。”“什么啦？哦，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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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计程车开远，我才敢回头看，我看到我们刚刚上车的地点有一个婆婆用手遮住她的脸，一直哭一直哭，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我在计程车上，我一直回想刚才那个婆婆到底怎么回事啊。”“哎，阿志，嗯，你之前有在其他地方看到那婆婆吗？”“怎么可能，你不要乱讲啦，我没有印象。”“不可能啊，我没有什么地方得罪她吗？不然一路跟着我们呢？”“应该没有吧，还是我们去庙里拜拜。”“嗯，那司机大哥，麻烦前面右转。”“司机大哥，你的旁边有你。”“李公子，哎，小心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小姐，小姐，小姐，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就这样，我们的计程车撞上了左边的分隔岛，我昏了过去，直到救护车赶来。”“欸，小姐没事吧？”“我听得到，可是我现在头好痛哦。”“欸，你先不要动哦。”“不要动，好，我不要动。”“因为不知道你颈椎有没有受伤，而且我还需要你告诉我你家人的联系方式。”“家人的？你问我男朋友就知道了，他在旁边。”“你旁边？当我往旁边看过去的时候，阿强没有在位置上，旁边的位置是空的。后来救护人员把我扶起来，去救护车上，我看到正在包装的司机大哥。”“大哥，你刚有没有看我男朋友啊？”“啊？”“男朋友？我男朋友去哪了？”“我们男朋友啊？”“就跟我刚刚一起上车的男生啊。”“什么男朋友啊？啊，你叫我赶快开，从头到尾他上车的只有你一个人啊。”“事后警方跟我回报，停车场找不到那辆阿强的车。我从停车场到便利商店，到马路边，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原来我单身，没有男朋友。”“我讲完了是？”“嗯。”“我以那个广播剧来讲，这广播剧稍微廉价了一点，就是有断讯。”“对对。”“他一直笑场，一直被盖台。”“没有没有，辛苦了辛苦了。”“师傅结婚了，这是一个长辈的关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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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是什么呢？”“谢谢大家。”“接下来这一对这个啊组合，好好讲。”“是非常清新，寡欲，非常的。”“我可能五十啊，你清新。”“很清新。”“你是来上节目，不是来吵架的。”“好好讲，你怎么能够这么自入啊？怎么有真正的气氛？是长青的感觉。”“来，欢迎欢迎，长青组，谢谢。”大家好，我是陈维明。大家好，我是杨秀恒。
今天跟秀慧姐呢组成这对我非常不乐意的这个搭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鬼故事呢，其实故事主角就是我们现在最受欢迎的一种人，年轻帅气，学校成绩又好，身材又非常健美的一个小鲜肉，俗称。所以他身边永远不乏非常漂亮的女生，甚至主动追求者亦是不在其数。但是有一天，这位花花公子的小鲜肉终于几次都是连续带了同一个女生跟他的朋友们会面，所以朋友们看他过往的表现，再看他对这个新的交往这个固定的女生的一个爱慕方式，所有人都觉得差不多了，学校该毕业了，这个应该就是你毕业以后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对象。可是呢，男生有的时候就是贱，有了一个好的呢，就会开始向外发展，就是安尼啦，食要死，食要死，食食无老主子啦。迄查甫人就是安尼歹款，嘴咧食白酒咧看，手啊都要去杀啦。那这款人真正有影哦，啥哦？讲煞未？于是，他也开始有了暧昧的对象。但是有一天，他的正牌女友，很快的靠了恋人的敏感度，发现了他有一个暧昧的对象。于是这位所谓的正宫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也很高兴，跟着他的新婚相处了一阵子。隔了一阵子以后呢，这些朋友发现，哎呀，好久没有联络了，看看这位朋友如何。于是大家就跟这位小鲜肉打了电话，这才发现呢，本来很好客，本来很跟朋友主动的，谈了恋爱也许会见色忘友，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子，我打了这么久你都不会回复，于是呢你不会回复我就联络得更勤快，朋友拼命打电话，终于打通了。联系之后呢就觉得，哎呀，你怎么好久不见啊，那你们来我家里再说吧，我也需要你们帮我。好，几个好朋友呢就讲好了时间，联络到这个小鲜肉住的一个小套房去。到了这个楼下呢，按了电铃，奇怪，你就一个一房一厅的小房间，你半天没出来是怎么样？哦，可能刚好在上厕所，或刚好在怎么样？啊，一定在跟因女朋友在嘛咧，我侬那，你侬我侬，火车咧烧风，啊，恁家人今天有够不自下。我们是鬼故事，非常谢谢秀慧姐。然后到了楼下，好不容易，公寓楼下的门咔嗒被打开了，几根就顺势就上了楼，一楼，二楼，到了三楼，哎呀，公寓的两个铁门已经被打开了，铁门拨开，走进阳台，透明落地窗的门一打开，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因为我们一个这么帅气健美的小鲜肉的同学，是我们男生里面的领头羊，怎么一个小套房里面门打开，竟然铺满了满地的玫瑰花。啊，哎，应该大家拢有内讲吼，你甲撒花啦，对不对？他是一个穷学生，他只是变胖了。变胖哦，应该啦，报应来啊！这哦，真正有影，迄都是食害去啦。迄较早放尿大过溪，即马放尿滴着下啦。即马哦，迄高雄民宿放尿放到咱去哦，今日都去上车啦。那即款就爱叫我哦，蓝椒白蓬蓬丸，你讲着了好无？我你讲，迄若牵路车来，咱才更去；摆摊来才行去；迄落桥夫来才滴去。即款就甲牵路变变叫。谢谢秀慧姐，但请不要鼓掌。除了满地的玫瑰花让人存疑之外，很快的，房子里面走出来一个人，也让所有的同学吓了一跳。我刚讲他已经变胖，胖到什么程度，原来是一个健美的帅小子，突然胖到像山猪，像是龙翔。哦，安尼有人未哦？我跟你讲，迄人啊，哎，假死就假，假死若假吼，我跟你讲哦，钱都无啥货。所以查某人哦，一定吼，伊就会见异思迁。那这款哦，又我那叫我那呸。非常谢谢秀慧姐的建议，请你闭嘴三个小时，谢谢。这个健美现在带你变成胖小子的小鲜肉，告诉同学说，哎，我其实啊，这一阵子是因为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走路的时候莫名其妙，右脚就觉得会瘸。那好，我们带你看医生。接下来，所有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轮流陪他看遍中外内外科名医，可是每一个医生都告诉他，你的脚没事，但没事不是医生，可是我走起路来就是瘸的，我感觉就是整个怎么都不对。
可是怎么看都没有用，怎么检查都没有用。对不起，你这个真的，我们真的检查不出毛病来，已经超过四个月。四个月再医不好，就变成一根烂脚了呢。对，于是同学就问了，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现在是不是爱花，还是有什么某种奇怪的宗教我们不理解的？为什么你每天起来房间外面都铺满了玫瑰花？他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那你我也不知道，你什么叫做你也不知道你住的地方？对，他只是每天醒来以后发现，反正不管放了多久，不管我怎么扫，第二天醒来整个房间一定是满满的玫瑰花。所以我们看到的玫瑰花在客厅里面，它有腐烂的，有干燥的，有新鲜的，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那怎么办呢？哎，有人想到了，不是，那你女朋友呢？没有啊，那个谁谁谁就散了。不是啊，那你后来不是又跟着那个谁谁？哎，没有，那个就反正就大家后来不适合，也就没有在一起。哦，同学们这才了解，推算了时间，哦，是他交了新欢那个暧昧对象之后，开始很少跟朋友联络，开始不运动，开始颓废，一直到现在变胖，然后客厅出现神秘的玫瑰花，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嘛，谈什么情，说什么爱，都是你们男人那个东西在作怪嘛，是不是？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这群朋友的一个接到了一个电话，这通电话把所有同学都吓坏了，因为电话里头自称是他的妹妹，告诉他这些同学说，我哥哥这个几天前意外已经过世，要死我！在接到讯息男主角已经过世过程中，究竟出了什么诡异的状况呢？意外已经过世，要死我！对，这是真的事情。莫代莫吉西奇。并不是莫代莫吉，因为家属就会要求了解状况。但是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一个人呢，他是从来不开车的，骑着他自己的小摩托车。但是有一天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偷偷到了他妹妹的家，把他妹妹的钥匙跟车子偷偷开走。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要开车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在一个偏远的山区里面，非常小的产业道路，他在悬崖的下面被发现，已经是几天之后。那根据警方的研判，没有任何的外力，没有任何的其他车辆的碰撞，他是应该是自己因为某种原因，那至于什么原因警方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摔到山谷下摔死了。那家属当然对这种结果以及这种死亡报告，虽然是清楚的死亡报告，虽然是警方的合理科学的研判，但是家属想要知道一个答案。于是呢，他们就透过了各种宗教的方式，最后找到一个乩童。乩童呢，他们知道这个乩童很灵，于是就到了这个宫庙里面。这妹妹经过朋友介绍，到了这个宫庙，在宫庙的门口还没有进去，这个乩童本来在办事，突然停止了扇子，然后告诉他李白。这个女生一进来呢，师父就请她坐下。坐下来以后，女生还没开口，师父只讲了一句话。什么话？五郎。领令旗，有人领了一只令旗哦。师父只跟他说了这句话，他只是半藏的金刚摸不着脑袋，到底什么意思呢？没有得到答案，不甘心。在众多的打听消息之中，突然又跑来一条消息，告诉他他的答案可能有了解答，就是观落音。找观落音就对啊啦。但是年轻人是讲证据，在整个观落音的仪式里面。其实他心里面就开始怀疑，对不起，我除了蒙眼之外，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引导我的法师说的路、人、车、房，我都没看到。对啊，我今麦关录音哦，关四点外钟，我嘛关袂落去呢。你是不是没有插电还是没？无啦，你也困去啦。但是他没有睡着，于是呢，他就赶回家里。回到家呢，已经是晚上很晚，但没有想到他把门一开，刚好。看见他妈妈从房间里面立刻冲了出来，妈妈冲出来以后直接讲一句话说：“我刚刚梦到你哥哥。”当然
偷帮哦。但是妈妈说，我梦里面呢，看到你哥哥在开车。我们台湾的开车是左驾，所以呢，我们的踩刹车的这只操控的右脚中间是一个中控盘。他妈妈看到了状况，在梦里面看到一个画面是，他妈妈看到这里，透过中控盘看到一只脚抓着他哥哥的这里。看到一只手抓住他的脚、一只手抓住他的脚。这个时候呢，这个妹妹呢非常惊讶，因为整个人呢头皮发麻，因为妹妹跟妈妈说：“妈，我刚刚去关洛音，我在关洛音的时候，我什么都没看到，但是在仪式结束，我正要把布拿下来的那一刻，我清楚地听到左耳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是哥哥的声音。”妈妈很紧张，哥哥，那到底说，到底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我听到哥哥说，手。沉默了三秒以后，母子突然都愣住了，把过去这段时间所有他们能够有的零星记忆拼凑在一起，就像所有的鬼故事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阴间为什么要处理这个人，我们不知道天道为什么要如此安排人的命运，但是他们意识到。原来那位很漂亮毅然决然分手的正宫在离开以后到了国外，然后在国外就自尽，所以他因为这样的情况自尽，怀着恨的自尽，所以他可能是到了阴间引着阴令上来要索这个人的命，所以他就下了一个赌，然后一直怨念这个男主角，于是乎呢他就抓住那个男生的烂脚，然后猛踩油门，于是乎他就把车子莫名开到山崖，就跌下去死亡。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冥冥中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记得，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累世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希望今天这个故事让大家要记得，我们起码在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只做对的事情。我是陈维明，我是杨秀慧，谢谢谢谢。烂脚，烂脚，烂脚，一只烂脚，顺畅，高贵，谢谢。无断讯，哎呦，如果想买那个一广告玩哦，你想要买吗？我想买啊。我们现在正在生产，你的等着。如果是广播剧的话，以前在听那个收音机都会有工商服务嘛。高，听着高声小的高票，烟听八楼第九间高票服装行，靠你依靠了，和你靠起分好嘛。我发誓，我再也不跟杨秀慧一起讲这种相声，因为憋笑很痛苦，真的。来，请坐，谢谢。来，最后一组，再次提醒你，在我们录影的前一天，他们写的稿莫名其妙不见齐，到底是自己的疏忽？还是电脑太便宜，还是邻界的朋友在作怪？欢迎大哥与阿虎。如果你把鬼故事当成一则故事来讲，那么它就只是一则故事。如果你把鬼故事当作鬼故事来听的话，那么它就会是鬼故事。哎呀，欢迎收看，有道理，跟鬼打招呼。我们的故事里面也不会谈到我们的家，因为我们讲过太多关于我们家的故事。对，我们现在聊的是五年前我们的旧家。对，旧家，我们的旧家在天母，那附近有一间日侨学校，大家都知道。如果在住过天母的话，有天晚上我接到我表姐电话，因为我表姐住在我们附近，结婚了嘛，生了个小孩，打电话跟我说，哎，那个，大哥呢？我那个我要出国出差，那。我的小孩读国小，附近的天母国小，那你能不能帮我去接他下课？那9:30姐夫来接他，因为姐夫还没下班。我说 OK 啊，反正就住很近嘛，那是小事，好，我帮你接他，大概一个多礼拜你都要做这件事情。我说没差了 ，OK， 我就答应他了。但就在答应的当下，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接他回家的途中呢，一定会经过刚刚说的那间日侨学校。刚开始没有什么异状，外甥也是很可爱，但他有几个奇怪的小动作，他会一直这样。走路嘛，他就一直这样子，然后配音这样，咻咻咻，然后三不五时的这样，咻咻。那对我来讲，就是小朋友在 cosplay， 你可能看卡通，你会学卡通里面的
卡通人物，所以我就没有觉得有什么异状，就带他去。然后久而久之这样吃饭，带回家看电视，等爸爸来，这个行为久了，阿虎变得就跟我外甥也很熟了嘛，大哥哥这样子。有一次呢，我就回我们家之后，我们看电视，然后他在家里这样看一看，然后突然就这样咻咻咻啪，我说迪迪你在干嘛？你说我在玩，那就没想太多。又有一次呢，那天他刚好有工作，他就请我帮忙去接他外甥。好，那我就答应了，我就去校门口等了一下。哎，看到他的外甥很开心在踢足球啊，然后踢完之后，哎，就往我这边跑过来。我说，哎，差不多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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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要走的时候，我就随便的往操场看了一眼，哎，我发现没有人。可是刚刚弟弟不是有踢一颗足球出去吗？那个足球就这样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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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得，我刚刚说的是没有人。可是刚刚足球这样子，我就想了很久，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我试图把它合理化，但是一直想不通。我想说，可能应该是我看错，可能有撞到墙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好，结束之后呢？好，那我就慢慢的把它带回我们家。结果走在路上的时候，经过日侨学校，就看到那个他的外甥就开始咻咻咻咻咻咻咻，然后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其实我蛮讨厌小朋友就是很不受控制的，我就问他说：“哎，你在干嘛？”他说他在赛跑，然后说完他就往日侨学校里面跑跑跑跑，然后边跑边传出那种嬉笑声，银铃般的笑声，好像有人在跟他玩一样。日侨学校是这样，其实日本人呢，他做事很规律，上课下课就是五点下课，我就是五点十分我就要学校清空。日本的天母的日侨学校就是这样，下课之后学校空无一人，然后呢教职员也是时间一到就会离开，所以学校是没有人没有声音，那个声音就是只有我外甥的嬉笑声，很清楚。我进去之后抓住弟弟说：“哎，你在干嘛？”然后他就回我说他要去玩球，然后指一下我后面的方向。可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这附近没有人，现在这边是没有人的。他指我后面，其实坦白说我并不敢看。然后你就听到有那种真的有一颗球这样子，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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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我是不敢看的，我赶快抓那个他的外甥，然后就两眼放空，都尽量不要乱看，因为我真的会很怕会看到什么东西。我赶快拉着他带他回家，跟他说这件事情。回到家之后就跟我讲，我说啊，我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点都不意外，我甚至大胆的假设，我的外甥要么就是有阴阳眼，不然他就是会预言。怎么说呢？他去接我外甥的前几天，因为都是我在接的嘛，我接他回家吃完饭的时候，他一样他开始咻咻咻，那我也没理他。后来中山北路上没有一台车，一台车都没有，他讲咻咻咻，然后就看他在干嘛，他就讲咻，他突然闪白光，咔嚓测速照相，没有车哦，他讲咻，咔嚓测速照相，然后我就还没意会过来说这是什么情况的时候，他突然这样嘣，就在我旁边这样嘣一声，我说你干嘛？然后一回头，一台机车这样一个被骑出来。砰就撞在那台轿车，就是嘣一声，然后就问他说：“那 Toby 你干嘛？什么意思？”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叫他解释还是要怎么样，因为我没办法理解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我 Toby 你干嘛？然后那我外甥就这样朝着我这样，他说的，我就吓一跳，我说：“好，那 Toby 嘘，回家喽，抓着他，我就回到家，就不要再乱讲话。”过没多久。我们两个有一次要去接他，是当天那个两个就想说好下课，那我们就一起顺路经过那国小，一起接他外甥下课。然后就一去之后，我们就跟老师说：“哎，老师，我们来接那个谁谁谁这样子。”老师说：“哈，刚刚他跟我讲说你们已经来接他了。”啊，我们就听到之后我们就傻眼了。其实坦白说，我们蛮生气，我们说你怎么会没有确定有家长来接就把小朋友放走了？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时间念老师，我们只一心只想赶快找到他的外甥，否则我们觉得完蛋出事了。对。当下很紧张，我就想说，那我先打个电话跟我姐夫确认一下，是不是他接走。打过去，那你又怕万一没有很紧张嘛？我就说姐夫啊，哎，姐夫，哎，是你说，哎 ，Toby 你有接走吗？没有啊，怎么样 ？Toby 在哪里？然后想说哇，没接走，我就很紧张，骗了我姐夫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来了来了啊，阿虎接走了，有了看到了哦，晚上见晚上见，拜拜。电话挂了，直接问他说怎么办？我姐夫没接走，我一个直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会不会他在日侨学校？会是如阿虎的直觉所言 ，Toby 在日侨学校吗？惊悚内容马上回来。
会不会他在日侨学校？我们到日侨学校门口之后，我们往里面一看，哎，真的看到他外甥的书包，很奇怪啊，感觉就是真的有他外甥在里面。那远远看，好像真的有两个小朋友人影在那边，可是很怪，因为门是关起来，小朋友是怎么进去？但是我们也想不了那么多，好，我们就翻了墙进去。他刚刚说看到两个小朋友的人影嘛，一走过去，哎，只是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我外甥。我就问他说：“我说你在干嘛？”他一个人在那边挖泥巴，然后哭啊，然后哇，一直挖，全身很脏，在那边挖泥巴。我说：“豆皮，你在干嘛？你这是跑到这里来干嘛？”我就开始哭说：“我的球不见了，球不见了。”我说：“你球不见，怎么会在这里找？这里又不是你学校，也不是家里，球不是在家吗？”他说：“没有，球不见，真的在这里，真的在这里。”然后我们想到我外甥在干嘛？就小朋友是不是在在闹啊，在耍赖？结果挖着挖着，还真的给他挖到了一颗足球。那个足球拿起来，上面就写着哦 ，Toby，Toby 就是他外甥的名字。然后外甥很开心，就哈哈，终于找到球，就拿着球往操场上丢啊。就这样，球这样过去之后，就嘟嘟嘟嘟嘟。大家有踢过足球吗？足球有个动作叫停球，就是球过来的时候，脚尖去这样顶着，那球就会嘟，会钉在那边。他外甥就是这样把球这样丢，那球这样咚咚咚咚哒，没有人，但是球停住了，傻眼。结果这个时候，突然后面有人。一长串日文在骂我们，啪啪啪啪啪啪，骂了。我们回头看嘛，回头看管理员过来骂我们，他说我们偷跑进去嘛，感觉是这样，日文也听不懂，抓着我外甥嘛，然后我们要带着外甥那个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球本来停住的球，突然咚咚咚咚往我们方向滚了过来，没有人踢哦，也没有风哦，咚咚咚咚，我外甥一把就把球抱起来，他很开心的要离开学校，让管理员把门打开让我们出去，那你就想要先离开嘛，那怕被骂。回头我看到我外甥在跟一个人说拜拜，这样拜拜，抱着球这样拜拜。我回头看二楼整齐的教室托板，有一个小男童在二楼，然后再这样跟我外甥说拜拜，连同我们两个抓着什么话都不讲，先回我们天母我们两个的家。一进去，打开我家的门，我看到我家阳台一颗头挂在那里，一颗头，那个人脸就跟刚跟我们说拜拜的小学生一模一样。我吓一跳，把全家的灯打开，发现那颗不是头。是一颗足球，对，是一颗足球，其实没什么。哎，不对啊，有一颗足球也不对啊。嗯，因为 Toby 刚才拿到一颗足球，那现在为什么这里会挂着一颗足球？阳台那颗球是谁的？好，但是还是要确定。你把足球拿下来，稍微哎端详一下。哎呦，上面写了两个字，福田。我们看一下，福田是谁？结果这个时候他外甥就说：“哦，这是福田的球啊。”福田是谁？就是他的啊，他外甥指着客厅，我们看过去没有人啊，哇，这时候超级毛的。于是呢，我们很安静的没做什么，我们看我们电视，然后整理我们东西，等到他爸爸九点多来接他，他爸一来嘛，我们就决定把这件事情跟我姐夫说，我姐夫啊，那个 Toby 今天怎么样，偷跑去挖泥巴，然后去日侨学校，然后我姐夫面色就很凝重说，你们有经过日侨学校对不对？我说对。他说 ，Toby 小时候在公园还没有念书的时候，认识一个日本小朋友，啊，那个小朋友就是福田，福田两个人要好，然后后来两个都升上小学嘛，假日都一起玩。有一次福田拿着足球在要去上学的时候，足球滚到了中山北路上，冲出去 ，bang 被一台超速的车撞到，撞到的时候是刚好闪的测速照相灯。所以就撞到嘛，所以那个人就被抓到，福田就死了。那我姐夫跟我表姐呢，不敢把这个消息跟 Toby 讲，怕小朋友会很难过。所以等到他上小学之后呢，然后鼓起勇气才跟 Toby 说 ：“Toby 啊，福田不在了，福田以后都不会出现了。”但是 Toby 却回我表姐跟表姐夫说：“没有啊，福田一直都在啊。”听完之后，其实我们两个人就是半信半疑啊，因为坦白说，这故事其实有一点扯。那他姐夫又接着说了，他妈妈其实去日本呢，不是去出差，其实是要去找福田的家人，请他们回来台湾，把这颗属于福田的球带回去，是一个象征性，就是把福田接回去。那明天他们家人就会来了，那他妈妈到时候回来也就不用我们照顾，所以谢谢我们。那当天晚上他就把他外甥接回去。对，那很酷的是，一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回到了家里面。家里挂了一颗足球，我想说，你不是已经走吗？怎么又有一颗足球嘛？拿起来一看，没有刻任何人的名字，上面写49号。我们想想一想，是不是在讲什么？有什么暗示？下楼吃饭，刮刮乐店买了一张刮刮乐，49号一买，中了10万块钱。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故事。我操，谢谢。那以后有号码的时候报一下，报一下，报一下，大家买。其实我买了两张啦，买了49跟50，50没中。我共估的都是我，一直以来刮刮乐中的都是他。对，我算输了。好的，来，两位请坐。讲得太好了，今天的四组呢非常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不同的这个组合出现了。那各位观众，你们到底喜欢哪一组呢？记得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网页上面，给你喜欢的组别投票跟打气。下个礼拜还有谁呢？你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了。而且我跟你保证，下个礼拜的故事还是很精彩。今天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